服务他人是我的职责。期待你再度光临。祝你发大财。是来交易的吗？还是白费口舌？别吸引到淫欲之主的注意。就这样，守则四，准备一份清单，列出最想置你于死地的对象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的名字对冤事者来说根本无足轻重，而我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是个审判官，他的地位提升了。要是你能用行动来终结他的存在，我可以给你丰厚的报酬。太远了。
近一点。再靠近一点。还没准备好。
离得太远了。有找到什么吗，冤猴行者？我的集团不断派人来冤猴已经好一阵子了，虽然这种任务很危险，但是珍贵的情报对我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。不要相信冤猴中看见的任何东西。只能想起重新开始。
是块残破的镜子，要灌注这一等力量是有代价的。迷失在这一座塔里的灵魂灰烬，没错，往上爬凡人，取得剩下的残渣。再靠近一点，
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多谢你的惠顾。
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符文宝箱的解锁方法啊。首先，我们面对这个宝箱，那么我们就听它红色，最后再改变这个一个蜡烛的，就解锁了。完成了之后呢，如果你想换一种玩法呢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重来按钮，它就会重新生成一关。然后我们还是这么着可以继续的玩啊。我们的目的呢是把四个蜡烛上的符文都调成对应的符文，把四个锁链全部解锁。但是妖精深受折磨，救出他们，否则就会被黑暗吞噬。
想听首振奋精神的歌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潘西亚，他应该是在附近。当然，也要谢谢你救了我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没有目标，找到他了。印第寇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我完蛋了。我们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，谢谢你的帮忙。
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记住，万物皆有价。所有商品都能出价。你还真是会讨价还价，厉害！
近一点，我离得太远了。会尽全力帮助你。黑暗的日子恐怕还没结束。